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我今日旧年啊，伫过年后啊，一个主日来甲大家分享啊，今日啊，希望大家来到啊，归教会啊，甲大家啊，三甲来分享，做伙来面对啊，时间过了真紧哦，一年啊，一万年久哦、啊，就安尼过，所以一万年久哦，啊啦，先收一句话安尼吼，一万年久啊啦，是啊，台湾变大人啊吼。感谢主，感谢来祈祷，祈祷我的主，感谢你，我的心诚诚献给你，我的心当靠不住你的疼，靠不住你的恩典，靠不住你做对我啊喜乐的恩惠，我感谢了你，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啊，这个啊是第六十三篇啊，来讲着大笔啊的作物，啊，这嘛是大笔所写，啊，伫旷野的时啊，伊所拄着。其他啊，救救啊，上帝来帮助伊，伊个心啊来靠靠上帝。啊，这可能是啊，这个啊，先啊，再来讲，可能是啊，咧啊，得孝得骗伊个囝，吼，阿三娘，吼，啊，对伊个这个啊，追杀啊，甲这个迫害。所以，往往伫这个旷野中间，上帝当保护，甲伊三甲同在，甲三甲庇护。所以啊，这个写首诗的这作者来笔。用嘴巴，伊用腰的来形来形容讲：啊，上帝啊，我的心啊，靠无你；我的肉体靠无你；我啊，伫亚当啊，下面你属上帝。伫上帝啊，这个创造的过程中间啊，伊创造一项物件非常重要。啊，这物件啊，占这个地球啊，占这个咱地面上啊，非常重要。哦，这个是这个水，哦，水占咱。即、这个地球的表面，吼71%的面积拢是即个水，吼、哦，就是即个海洋。啊，所以97%吼的水，就是即个海洋，吼、哦，就是即个海水。所以伫陆地，吼、哦，伫陆地即个啊，即、这个流的水，只不过是3%左右啦，尔吼。但是咱看讲，啊，即、这个3%对咱来讲是非常的重要。咱人体内面嘛，70%啊是水。所以人若禁食，你讲我啊，我要禁食，祈祷，哦，你当禁食，但是你袂当禁水，哦，你禁食的中间，一定爱啉水，哦，你若无啉水，真紧就脱水，啊，就是一个无话。即、这个世界吼，无石油，咱对咱话，世界若是无水，只有灭亡。哦，现今的社会，现今的世界，就是安那水的资源、水的环境、水的生态。那水的灾害，哦，就包括水灾，哦，啊，个水的资源的管理，哦，的时代，所以水非常的重要。就个水会当安那，即个重复使用，哦，变化的使用，哦，才会当把咱人类继续生活。即水啊，伫水的中间，哦，即个啊，培养出即个文明，甲即个文化，伫即个历史过程中间，有水的所在。三星这个文明，三星这个文化，水选对来讲真平常。不过呢，你若嘴大的时，吼、哦，你就安那，你就讲啊，较紧嘞，我一杯水，哦，解我嘴大。哦，所以讲这个等于经济用这个卡布，哦，来形容，哦，人来就这个阿主，来比如安尼，阿主啊，我卡布你，主啊，我形容你。其实动物嘛是爱水的吼。就去透早敬拜啊，这首啊，一个吼，一个吼，咱靠无水吼，咱落靠无个水，那么是这出自这个啊诗篇第42篇，咱先诗嘛，一首啊十四首讲啊，咱落第二日走，嘴大爱啉溪水，我心天无爱到上帝去问，这个诗人写着讲，我爱吼就问这个上帝，我爱上帝啊，一个所在一个所在。伊在阿叔是在1章第17节讲，丧丧困困的人也找水也找无，因为嘴大吼，因为嘴阔吼，嘴大，我也我应伊应因讲吼，我也伊说你个上帝的确无帮助伊。伊在阿叔咧讲就讲，上帝无弃杀这个丧丧的人，无弃杀这个啊嘴阔啊嘴大的这个应该。都有通会当得到
主来帮助因哦，上帝应允这送养艰苦的人哦，无放下嘴巴啊，吹水的人，这经文拢会比如讲人甲上帝之间啊，这种的关系，上帝那亲像咱叫因咱啊，这个唔那是及时的好，及时的帮助，也是会当叫因咱啊，永远的这个追踪。那明仔来较无上帝，第一咱读上帝话。所以圣经的记载讲，啊，这个诗篇哦，第一章哦，第一篇的第二十到第三十讲，啊，伊所欢喜的就是安那耶和华律法，明年三思的哦，也是伊的律法，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照时的果子，伊的叶也会打起，所做一枝行通。啊，诗篇第一篇就讲到讲，羡慕啊耶和华律法的人，耶和华律法是甚物？就是安那，就是上帝。圣经所记载吼，所以这律法啊，对啊犹太人对以色列来讲啊，就是这个啊，咱有个圣经啊，头前迄几啊迄句话吼，总是咱会当来扩大，就是咱上帝的话吼。所以讲，那希望上帝话的人，伊那亲像栽伫溪边的树啊，有溪水来供给伊水分，所以永远袂枯干去。是利用这个水分来打击来形容一个人啊，清白上帝。哦，咱再讲这个日本时代有一个八田裕一哦，这个日本人哦是一个水利的专家。那无这个做这乌山头的水库，哦，咱这个加拿大边缘其实有个所在啊，那水有水的时阵啊，真冷淡雨，但是无雨的时阵啊变电吼，所以无法度啊种植。有即个水库了后，哎、欸，即个水伫河规个内面来填起来吼，啊了后，即个落雨时阵来灌溉，所以讲即、這个啊，台湾边缘伊个生产吼，加几啊倍，加十倍，所以咱看到讲啊，即个水啊，对作物非常的重要。所以圣经咧讲，那亲像较无上帝话人，亲像栽伫溪边的即个树，唔嘛大家啊拢会较清楚。在地溪边的树，吼、哦，一照时结果子，叶永远袂打去。第二，咱们常常啊来敬拜上帝。福音书啊，即约翰福音第四章，耶稣去拄到一个撒玛利亚人，即、这个井水福音来讲讲，吼、哦，一定即个水，吼、哦，还阁会水干，但是安那，吼、哦，你若要啉我所给你的水，永远袂水干，吼、哦，因为，吼、哦，我给你的水，要伫你的心内。成做水泉，一直浸到啊，永远哦，到底永远我。所以耶稣讲，啊啦，你啉这水还会水干，也是你若就问我，你若敬拜上帝，哦，你的心哦，永远有水哦，在稳定在灌溉。所以伫这约翰福音书第四章二十四节讲，啊啦，耶稣讲上帝是神，敬拜伊人要用神用真实哦来敬拜。所以咱每一个人，咱来到最圣殿，咱用爱用真实的心、真实的心来求问啊主。每一日透早起起床，吼、哦，咱来圣殿灵修，啊，爱用真实的心、真实的心来面对。对、哦、咱的敬拜讲啊，透早就爱咱耳朵主，透早就爱耳朵主、耳朵上帝，透早就爱咱见主面、哦，见主的面。第三，爱大家分享的是。大家伫失志的时阵，也是不如意的时阵，你更加吼需要上帝。你有通袂记你上帝？有个人是行到无路的时阵啊，才想着讲啊，我细汉啊有一个上帝，细汉我想过主日学，也是讲啊细汉有人来传过耶稣，也是讲伊细汉明明都来教会啊参加聚会，总是啊伫啊人生啊成长的中间离开上帝，真侪安尼见证。啊，有一个少年的画家。伊带着一个啊希望，到伫都市来拍拼，这是顶世纪的代志，吼、哦、啊！伊伫满北吼，即、哦這个河湖甲新竹吼，去、哦、到都市拍拼，却拄着即个啊世界即、這个啊即、這个经济大变化啊，伊先拄着失败，拄着失意，等只有等伊到伫故乡，安那哦，只有等来到故乡啊来啊。佮继续生活吼，啊，伊终于到伫教会，啊，做助理二老师，伊是一个最爱画图的，哦，啊，就教囡仔画图，
即个无任何帮衬的下面，即个之下，吼，爱伫即个地下室，吼，地下室甲囡仔为同，吼，因为伊也无啥物所在，吼，就伫即个啊乌暗暗的地下室，甲囡仔来为同，啊，用公主啊，我个人为同，所以用我为同，即个财运财华来互主你使用，啊，来教即个性命，吼，来即个囡仔，即个画家后来最后成功，啊，又出名。这个画家是甚么人？这个画家就是一个啊，华德迪士尼，哦，华德迪士尼就是先生，就是这个创立这个华德迪士尼哦，迪士尼乐园的这个人，哦，因为做个稳定，哦，有信心的眼光来看待事物，伊伫这个地下室，你甲即个小朋友画图时，咱地下室，地下室甚物上多？黑黑暗暗的所在，是安那家族啊？就是鸟鼠啊、蚊啊，连遮个上帝嘛是创所创造的遮个，虽然人无佮意，但是上帝嘛是看做好个物件，佮意送到陪伴伊遐，伊伫遐就安那鸟鼠啊，吼咧陪伴伊，哦伊来教囡仔画图，即个墙边墙角用鸟鼠啊走过，吼老师遐透早，吼伫我个教会个走廊，养着一只鸟鼠啊，吼。你这样了起来偷食米，啊，放个连书板，吼、哦，无这米就甲压较贵个吼，我着烧较贵个，啊，今仔日就给我了个，吼、哦，啊，不过这个华德迪士尼，伊看到这样了起来时阵，用信心的眼光，啊，用啊，这个祝福伊，啊，这个信心的眼光来看待这样了起，啊，来，伊把这样了起画做啥物，啊，画做世界，来小朋友拢做爱个物，而且懂，而且。啊，卡通人物哦，米老鼠，伊把这个鸟鼠啊了后，来画做这米老鼠，啊，这米老鼠真多啊，世界啊，当当做教育的这个啊，放假的礼物哦。所以讲，这个啊，有上天同在的学生，要比这个吼，这个环境更加幸福。所以这个啊，看到迪士尼，当伊人生失志的时，啊，伊用无同款、无同款的感动来看待事。从鸟鼠啊改变作啊，这个米老鼠，哦，这个华德迪士尼，伊平生有勇气、智慧，啊，伊无啊，无这个看地下室是黑黑暗暗的所在，哦，伊伫遐平生要开始，哦，伊伫地下室来鸟鼠治疗的稳定，内面伊人生拄着真大艰难的考验，有关是生就是爱死的所在。伊用安那空闲困苦无水的地，吼，伊靠无住，所以代表讲，我的肉体切切贫无力，我的心切切贫无力。就是咱伫事境的中间，咱唔通袂记得阿有上帝。即、這个哈佛大学，咱知影即个也是，是全世界啊，即、這个真塔夫吼，真顶尖的即个学校，伊成立伫1946年。很出名的大学，讲，这出名的大学啊，哈佛大学啊，伊培养出真侪世界的领导者，包括咱即马咧看咱台湾的一个马总统是对遮毕业。啊，这间学校的校规敢那规定，哦，当去时，伊讲啦，第一，生学生的生活甲学业上界主要目标就是要明白创造宇宙万面的这位上帝。然后咱明白主要所提的，这是因学校规定的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讲，学生爱记得上帝有相属智慧，所以爱常常祈祷来找求上帝，爱常常亲近上帝来领受啊这个智慧。用知识真重要，但是安那智慧嘛真重要。说得温柔。伊下要做的是啊，即、這个伊甲上帝求甚物？上帝讲你要求甚物，我拢要予你。但是伊只有求甚物？求智慧，哦，只有智慧。所以即舍得不动啊，他讲是代表啊智慧的哦。所以讲即、這个啊，咱看到即个哈佛大学顶点，变成学生啊，追求知识嘛爱智慧，哦，这两个是足重要吼。那、哦、啊，你变咱了受着智慧。就是要谦卑来到主的面前，来甲主求讨。
然后呢，即个地位上个来修饰互伊吼。第三，伊爱变个学生，每一日爱读圣经，读几摆，读两摆，吼、哦。所以讲，毋通爱看，不止爱看圣经，伊阁会晓啊解说即个圣经互人知。所以圣经虽然会有啥写，咱一看看无啥，我都一解就明白。但是你安那，爱加看几落解，伊才能明白上帝话。所以讲，学生每一日学圣经两解，吼、哦，不但爱晓读，阁爱晓讲，然后阁爱真简单讲无，啊，遐个无法度读册人知。吼、哦，所以这在这间大学，吼、哦，要进这间大学无简单高中去。是国家是要培养的人才，所以讲啊，恁还阁爱讲互遐个啊，无法度读册遐个来明白，吼、哦。所以讲，这是一间学校的校规。即、这个哈佛大学毋免讲，真侪学生啊，就想要入去迄间学校。恁若去，恁若是问美国人，你上爱想要去的企业，哦，即、这个华德迪士尼，即迪士尼乐园，也是排行伫咧前十名内面，吼、哦。伊较早较悬啦，即摆较小可较退后，因为啊，即个新的即个 IT 的产业吼，即、哦这个啊即、这个平板啊，是讲电脑的物件吼，软体物件吼慢慢起来。哦、但是华德即迪士尼乐园吼，拢落入做主题啊，做伊最主要收入的即个企业，伊原也是美国人真爱去的即个企业之一吼。咱看咧讲，主动在的所在吼是安那人。重新搁往，重新来起做。拄则讲，啊，咱伫顺境的时阵，毋通袂去咧想个。吼、哦，即、这个啊，有一个咱台湾有即个观光地区的所在嘛吼、哦。啊，即个观光地区的所在，有诶即个啊信徒啊，拢会做即个民宿吼，也、哦、是做餐厅。但是你啊知影，做一种头路的人吼，常常啥物时阵啊，上解无用。就是礼拜日，吼，礼拜六、礼拜日，有当时啊是安那，是即个暑假的时阵，寒暑假的时阵是人咧放假，学生啊歇困时，生理上无闲，吼，迄叫做旺季啊，吼，吼，华语讲旺季，啊，若咱台湾话讲啥，大尾啊，吼，吼，啊，有当时啊小尾，有当时啊大尾，吼，所以讲，即个有一个牧师啊，伫个所在落雨的时阵，啊，即个信徒面来讲，我查恁咧足辛苦，恁安那。啊，迄、这个礼拜日真无闲吼，但是安那，你嘛会记得吼，咱、哦、阁有一场礼拜日暗时啊，礼拜日个暗时，所以你若无闲，你个好倒来做礼拜，吼、哦、啊，暑假咧无闲个时阵，寒暑假咧无闲个时阵，嘛爱注意吼、哦，在旺季里面不要忘记上帝，吼、哦，伫大月中间，你头安那袂记得上帝，所以咱会记得即句话，当你人生上解顺利个时阵，上解得意个时阵。你唔通袂记咧上咧，还阁有就李牧师，啊，阁朱基成，啊，朱基铁啊，铁即个牧师，伊伫日本统治韩国时阵，啊啦，因为武装去参与即个神社，哦，伊即个伊神社参拜，伊武装啊来顺德，伊人生有一句名言讲：，你若互上帝一支汤匙啊，上帝会回应你十箱的汤匙啊，汤匙代表什么意思？汤匙是代表咱人要食饭，吼、哦，用具器具，其中一个物件吼器具，咱用汤匙食饭，安尼，讲你若上着一支汤匙啊，上着要回应你十箱个汤匙啊。咱看台笔伫顺境时阵，伊捌离开上帝，吼、哦，伊个心离开上帝，所以犯罪。伊犯了错误了后，伊有生，伊有遮个啊，这世界个指责，你为虾米做遮个代志？所以台笔反悔。代表啊，忏悔定罪，所以诗篇第五十一篇，咱代表忏悔定罪，所以上帝饶恕伊。所以咱伫顺境的中间，咱唔通去袂记得上。咱伫逆境的中间，咱真需要上帝。总是咱伫顺境的时，咱千万唔通啊袂记得上。咱去用啊诗篇第十三篇啊第一章啊代表伊所写啊即个经章。大家互相勉励，希望大家常常靠慕上帝，亲近上帝。伫顺伫逆境求救上帝，伫顺境就通袂去恁上帝，甘心来祈祷。我咧拜上帝，我伫你面前，用一碗下甘
下，我们的心常常较无常常，咱较无力，常常咱亲近你，我们的心心灵因为较无力来得到锻炼，我们的心灵因为亲近你来来念出因回去啊的追逐，不求助力，因为助力的信息想做。水来灌溉，来入得我的心。主啊，你的面前献上来感谢、祈祷，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名。